学生人数还是比较多的，地下室只有两三个屋子和一条走廊，基本就 不太够睡，床摆满了也铺不开，所以大概就只能挤一挤。已经清零了，但是这是乌克兰的钱庄。现在刚刚接到老师的通知，然后前往那个防空设施，然后离我们最近的是一个地铁站，现在准备过去。然后现在这边的人都是大包小包的前往这个地下设施，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，车辆也很少。现在整个站台都站满了人。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乌克兰奥德萨市。从24号开始，在这个奥德萨的周边会听到一些这个炮击声，但是这个声音明显感觉是离城市很远。没有想象中那么混乱，一切都非常有秩序，所以说大家不要轻信谣言。